来看西港庆安宫有台湾第一香客的名声。即阵甲新年龙年王船已经做好势啊，三年一客的西港挂香，除了遵照传统办科技大典，庙方嘛甲王船按龙北，甲水淋伫龙北顶悬，再佮甲水先予信众簇拥。这项文化是已经有百年的历史。选定龙城节日办安龙北大典，庙方当日甲王船相平的龙北放龙吟入去。这台庆安第68号王船，用半冬的时间总算做好势啊！西港庆安宫除了遵照传统办仪式，安龙北了后，由庙方人员上王船顶，卡水淋点龙北，因则搁加水渗落来，通予信众使用保平安。根据了解，庆龙北水的习俗有上百冬的历史，在的学校也带学生实际来行搭，带小孩来欣赏王船。王船是这边在地的文化，明年有三年一科的那个浙桥的活动。古早就是讲咧，这啉目水，用来吃咧，目睭啉三水，让我身体健康。啊，用吃完了，目睭洗洗，讲目睭足金安尼啦。大家拢自由，拢会当来拜拜，人去啉下，爱啉平安的啦，安尼吼。比方讲，王船有代表千岁爷出入天庭、凡间的交通工具，在民俗祭典当中嘛是重要的法器。王船顶头拢总有13层，主要是添载物件咧用的。其中庙方开放头二层，让信众会当添载，到时会参王船做伙化雕，有消灾祝福的意涵。内底有遮个平常，大家拢需要物件啦吼，咱讲茶、米、油、盐。糖豆吼，拢即添载包内底拢有添载，就是要予千岁爷平常，予伊要登去天庭，有够的食物项啊，啥物用啦吼。对地主来讲，嘛是等于是一个添载机吼，添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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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啦。固定民俗西港乡有台湾第一乡之称，西港庆安宫每三冬办一颗挂香，因的特色是香石合一，嘛保存完整的王石吉兆。比方指出，旧历史为十一起过。因望大家通来认识有240多年的挂香文化。记者李雄台南采访报道。